なんだこれは。地面にマンゴーが落ちている。这是黑山芒果呀。我要在芒果园劳动一下。以前我一直免费吃台湾的芒果。今天我要劳动劳动摘芒果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赞、订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劳动劳动，可能有30公斤。大家好。すごいなんか虫の声がすごいし。ん？これはめっちゃなんか。左边是芒果树，右边是香蕉树。ほらこの上がこれはバナナ。台湾的香蕉在日本的话是高级品。なんか白いのがいっぱいある。みんななんかこれ白いのみんなこれそうやろこれマンゴーやろ。なんかすごい吊るしててすごい爽快な感じやな。これ後で開けてみましょう。我可以多拿过去，很高兴呀。这个是，这是土芒果啊，要黄色的都可以吃了。这个一定很甜呀，我现在也想吃啊。我又开始偷懒了。好甜，那真的很甜呀。又开始免费吃，那边免费也很好吃，免费的就很开心。这个黄色的都可以吃。今天我差点忘了劳动。那我想看看下面吧。好的，现在我才开始劳动哦。那从哪里开始摘芒果呀？哦，地上也有芒果。芒果这是。那我不能一直玩，我努力摘芒果吧。哦，里面是苹果芒果。那快劳动啊！可以吗？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用剪刀就会更快呀。现在下午3:30，我要快点开始劳动。大概15分钟，剪的芒果大概这么多。都拿过去。把剪好的芒果放在篮子里。那我们再看下面吧。那快劳动啊！走る走る。你看，地上也有凳子，看里面怎么样？里面是已经熟的芒果，黑山芒果，我们也可以捡。这个也是里面已经很熟的，所以才掉下去了。地上有很多芒果，捡地上的就很简单，所以我很高兴。上にあるのはみんなこれ。これを今からハサミで取っていきます。あ、落ちた落ちた落ちた。剪的位置这边不可以，因为袋子的上面剪。这个也是袋子的上面剪。这样摘芒果的，我努力吧。我要先剪地上的，然后剪上面的。这里也有地上的芒果。这个是不可以太软的。太软了。哎，这个都是可以吃的，这个可以啊。你看都可以啊，都是我的收获的东西呀。简单简单，多呀，我很开心呀。把剪好的芒果放在篮子里，打开看一下吧。太软的，很热的芒果。有虫子。这个芒果很烫呀，坏了。可以啊，这个我一克制吧。这个芒果已经烂了，有不好的预感。这么烫的芒果，啊，这个袋子里的芒果怎么样？也不好。这个很硬，这个可以啊。这个可以吃的。这个袋子里的芒果怎么样？变色了，这个，ダ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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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これはダメ。吃了就可以吃刺刺而已的，这个是不行的。啊，这个也很遗憾。はオーナーさんが僕のために用意してくれた木です。じゃあこれを僕が今頑張って全部取ります。今から行きます。那我要劳动。早く取らないと。老板特意给我准备了这棵树。
暑い暑い暑い、快点摘好吧。现在已经是下午四点，还有很多很多芒果呢。老板，让我把所有的芒果都摘好了。老板告诉我，树上很高的地方也有芒果，其实挺危险的。好了，我从树上摔下来了。上から撮ってみます。でちょっと一旦落とす。いや上からと気持ちいいね。なんか眺めが良くて。これはちょっと怖いぞ。あ、ちょっと怖い怖い怖い。要注意安全。树上很高的地方也有芒果。我要更多，我努力吧。如果受伤的话，就要去医院。那我可以体验台湾的医院呀。其实我不是特别想去医院，我爬不到上面，医院很可怕呀。树上还有很多芒果呢，我开始找找能安全摘到的芒果。你看芒果还这么多，他们说你快点把我带回去吧，很多很多芒果等我呢。天气好热呀，越来越累了，动作越来越慢了。劳动结束，你大概20分钟就捡了这么多的芒果，这是今天的收获。然后我要看看白色的袋子里捡的这个都可以啊，很漂亮的蓝色的黑山芒果。老板表扬了我。OK。老板说，差不多了，你可以回家。我是一个很幸福的日本人。篮子里的芒果都可以吃的，但是太重了，怎么带回去呀？只能用手搬过去呀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可能有30公斤。为啥？果园太大了。